新赛季今天凌晨就开始了，接下来带你们了解好用的上分神器，每个神器秒人都很快。零号背包呢是我们的 AK117， 这配件全是一个快稳准，好吧。然后呢是一号背包，我们的卢卡斯，这配件最近非常火，而且也是准的一塌糊涂。接下来是二号背包 SMG5， 配件是近战神秒人非常快。然后呢就是三号背包 74U， 也是小图的神近战神，配件非常秒。接下来是四号背包 K6， 这配件很稳，几乎无后座。然后呢就是五号背包 Madex， 有这个回声模组配件真的是强的无解。接下来呢是六号背包 G37， 配件是国一的配件，而且现在还加强了，真的很好使。然后呢是七号背包我们的 R90， 国一的开镜配件真的很远。接下来是八号背包我们的 Dingo， 没错，还是国一的配件真的很强。然后就是九号背包我们的野牛 PP19， 这配件放到现在也是非常有实力，不仅无后座还很秒。最后一个背包呢就是我们的短剑了，近战神这配件还是无后座的配件。好了，新赛季好用的上分神器就到这里了，好吧，你们快去上分吧。